生兼友，五千佛公子能听见贫僧精声，世子是第二人，低音淡薄，贫僧再问世子，是否知晓贫僧背后这双手的含义？雄怒怒惊妙哉，世子一语透彻，亦是修行中人福，万法归依兼究等，所度东京。雪人世尊入灭，当西南北，各有相求，一言一故，以为为雄亦不雄，鹿亦不鹿，我亦不我，静亦不静，此为雄鹿我静。看来尊夫人欲为我教，以此心性美观，并将都是修建，何何请问大师，为何我无法听见大师的精神？并将这经名幻无经，经上共十六行，是作可知是哪十六行？这经上十六行是为喜怒哀惧哀乐，眼耳鼻舌身意，贪嗔痴，是作正解。四七情六欲已三毒，但我并未见到正相亲信。世人但凡见证，其实见得正相混扰。我只求以七情为基，六欲为调，三毒为造，文清而不出基因。正如人对七情六欲三毒当中而不察其害，夫人对心迷惘，心里听而不闻，对心迷惘，知而不觉是迷，自怨自恨是妄。夫人若真介意面上的伤痕，便将可替你医治。你看到了？贫僧观心不观面，夫人两极美玉，何苦自憾？这是我应受的处分。佛心即是苦行，佛面即是多疑，是为警惕自己，不忘归心。如此贫僧也不强求，这位世子能听见静香，是因他一无所过，一无所过，伊并不是真的人。一无所过是身处七情六欲的当中，就不受七情六欲所困，超脱不归，顺遂而专一，是道上达人。以我深看其中，所以不问，含来一刻。因的龙凤之林都是贫僧今天的修行，合同也是机缘高度，能为是否愿意修更陛下？当然，那就打搅了。哈，如今休气便休气，若罢了时无了时，我则生来不比天，殿下婚仪足敬意。